啊，像咱这新农机电话打辛苦。三年一刻的麻豆香，四月十三号进入了最高潮。来自国中头江庙的艺歌顶头高背景新桥，伫个透早四点开始，伊照着顺序进入麻豆大天府，准备进行为期三天的疗境活动。市长赖清德也代表着台南市民向五府千岁参拜，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麻豆在天府，五府千岁，三年一考，出巡绕境，啊，祈安求福的大典，啊，我伫个遮代表台南市市民，啊，来前来参拜恭送咱五府千岁客庭，啊，祈求这边的出巡会当平安顺利成功，啊，带予咱大台南四时无灾，八节有庆，善男信女阖家平安，大家大汉子。今年的阵容足大，哦，迄、那个后金狮阵、后上江阵，哦，其他艺歌种种的，啊，甲国庙，啊，都八十间的参悟嘞，所以总长嘞差不多也四公里，啊，非常的闹热。伫个吉时到，西棒起码跑了后，了境的队伍就由着亚江阵带领。吃足了金狮阵为开路先锋，开始出场。随着天色变更，码头的大街小巷人潮是愈来愈多，大家拢徛伫个路边，向着千岁爷祈福。伫个廖景的队伍来到码头医院的五车路口时，碰到千岁爷指示的五路送钢筋，都伫个遮接电。完成接定的仪式了，廖景队伍就继续启程，在三天当中要来打遍码头二十九里。